已经很久没有来了，我看有没有路可以下去，啊，找一下路看看吧。它变成农田，那边走。那也没有路了啦，那边是旧路，好矮高，过不去。另寻出路，我想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这边。很久没来这一次，那还在不在？这一池试试看吧。小鳄鱼跳，哦，水好清，这边总环的好，钓阿福，钓阿福很适合，超棒的哦，钓上面。这种梯算蛮适合漂成底的，就看有没有鱼而已。西南凹，不错的了。
哇，我靠！哦，秋葵好浮哦，好肥哦，舒服啊。啊，我的巢穴太多了，一个两个大的。洞一个洞，哎呦，难得泰国鲤鱼嗝屁了，泰国鲤鱼，笑笑，啊，大家好，我是蒙面五百啊，看到我是代表今天钓况又不太好了 ，OK 了，本来是想要钓卷的，可惜那边全部都在挖，河道也变了，实在是。再继续探了。不过这一条溪是倒是有一些阿福，阿福也在弄窝，等他弄完又再来钓吧，应该比较好钓吧。好啦，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